应该顶多三坪吧，这是我能找到最便宜的。啊，我这几？5000啊，是透过朋友。沙发床啊？哪里来的？我这个我买的啊。往前躺。脚怎么了？不听使唤啊！不听你的话哈、哦。已经弄很快的。现在怎么了？现在老了，床没有老，人老了，退后是最麻烦的。就是因为空间的关系啊，那特别早了，刚好又找到了。我一个人睡又睡醒了，这是巴金森的。几年了？15、16年了。因为我很怕睡觉啊，所以有时候为了等他脚步，等他的脚步站稳，或者说他愿意走哪一步，有时候等20几分、20-30分钟。生气你也不能把它剁掉啊，剁掉你亏更大。你为什么还笑得出来？我为什么笑不出来？我今天还活着啊，活着就应该感激。笑容背后藏着说不出的寂寞。60岁的林立凯以前在杜拜当导游，生活过得多彩多姿。不过4年前离婚后，直到现在，他都还适应不了一个人的生活。我跟我前妻从结婚前就认识，从同事到离婚，认识超过30年。那时候他还每天帮我弄便当，下班回来还帮我热饭菜。他都会弄一点那个什么小纸条在旁边，写什么辛苦了，老公。这是今天的为你准备的饭菜。当有人照顾你的时候，你不懂得珍惜。这个我没话可讲，自作自受。最悲哀的事不是你哭，不是你在做别的事情，你那就不知不觉掉下来。这辈子就是第一次，就是我妈过世的时候；第二次就是我离婚时。你要急着要去找什么东西来填补你空虚的内心，所以才会买这么多东西。购物狂，或是那种购物癖，就是这样子。这已经是一种疾病了。万万想不到，花钱买来的这些堆积物，填补不了离婚后的空虚寂寞，反而害得自己差点赔掉一条命。立凯，2021年10月2号，慈济职工原本和林立凯约好要去帮他大扫除，但那一天却怎么都敲不开他的门。职工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林先生，他这倒下应该拿去了，你冇听到？对啊。行啊。立凯，啊，电话阁无听。刚没有什么代志。因为来的时候我们打电话敲门都没都。电话有响，可是就是都没回应。但是我们在门旁边也没有听到电话的声音。596，596，他会信？他
厅有王先生。没有，我们在已经在套房前面了。对，但是没有人回应。睡觉，我们敲蛮大声的，而且电话打蛮多通的，而且敲了大概有十几分钟了。其实他是生病的，安尼，但是内面那时候有味啊，是讲那，其实我们有闻到味道，有一点味道，安尼，嘿，对，阮即马是惊讲，唔知有异物无，安尼。爱会同，对，也要会同警，对，是没错，要会同警察。啊，现在警察你也回来，好，你来看麦吼。紧急联络上房东，但房东人在彰化，无法及时赶回细致开门，只能作罢。后来志工越想越不对劲，用尽办法联络到林丽凯的大姐和前妻，并会同里长、警察和锁匠紧急开门进入，果然发现一个男人疑似被满地的纸箱和杂物给绊倒，倒卧在浴室门口，动也不动。想说哇，完蛋了，怎么这样子？哎呀，趴在那边一动也不动。后来警察就叫他嘛，还有一点气息。结果警察就说啊，赶快119，哎呀，求救，急救，赶快过来。他喊得我心都好急了。是真的，如果说我那一天比较不积极一点，哎，可能隔天再来的话，他可能就不在，因为他当天警察叫他剩下一点点气息而已。如果再晚个一个晚上或一天，他可能就走掉了。五味杂陈啊，说实在的，然后很紧张，又那种蛮欣慰的，说我救了一个人，对，那种感觉。林丽凯被紧急送医住院，但志工并没有忘记之前的大扫除约定，隔天再度动员去帮他打扫。以为说只是一些大箱子整理整理就好了，没想到一些吃的瓶瓶罐罐啊丢满地，有的没吃完，然后都黏哒哒的。其实都是一些空箱子比较多，然后垃圾大概七八袋吧，25公升的哦。因为他人不在，然后我们就是把一些有些东西我们不能乱动啊，其他就看空箱子啊、垃圾啊就全部清出去。当下也找到那个健保卡、身份证啊。然后傍晚的时候，我就帮他送过去，帮他送到急诊。大概十来天没吃东西了，好啊，那我就买稀饭，你会比较好消化。我一样是买稀饭。你有帮我买，我就很感激了。要不要帮你把这个摇起来，摇高一点，需要吗？都没人理我，就只有他想着我，送吃的、送用的东西，还帮我去打扫，真是活泼。我是讲你今麦，以你今麦在复原，你肠子还要再修复，所以还是吃稀饭较好。阿玲赶我来，我再给你炸便当，好不好？你食这饭。我还叫我儿子磕了一只天鹅，然后他们很好笑，他们看到有的说是鸭，有的是鸳鸯。我家儿子他在帮忙长出，是哦，单位哦。对啊。他吃的时候，他有讲，我说我就问他，他说好不好吃？他说这十多天来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细心的职工还注意到，病人的床铺全都尿湿了。职业是居服员的程秋荣立刻发挥专业本能，从换尿布到擦身体全都一手包办。后来屁股还要再一下下，好安好 OK。那我想说，我这么多岁了，那我能为社会做些什么？我了解到说，我们现在长照2.0蛮缺这个人的，对啊，我就去从事这个居家服务员。
啊，因为今天又是在慈济服务，在服务我们的个案，我就心里想说啊，我学的吼，我终于可以用到了，对，哎呀，我当下没有想那么多，说实在的，我只是想说让他干净舒服就好了，哎呀，一个真善美的角色，对我是一个人文真善美的角色来看来见证说一个访视人员他的用心，如果是我可能会犹豫一下，可是毕竟那个师姐她真的做到了。甚至就是查身体，然后换尿裤等等，他都很愿意做，因为他的出发点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好起来，而且你能够振作起来。怎么跟他妈妈？你知就好。啊，我师姐本来就跟妈妈心啊，对不对？有美女师姐帮你服务呢，要笑啊，要考虑讲，美女师姐呢，对不？所以要笑。降温。是呀。是降温啊，降温。有美女师姐帮你服务，父亲也吃尽苦头了。嗯。所以你有去做环保啊？你看，这就是你的福报，对吧？我就跟他说，其实你在慈济，也有在做环保，也有在付出一些些事情，你也是很有福报的啦吼。其实冥冥之中菩萨都有在牵引，不然我不可能那么及时的可以来救你一命这样子。我也跟他这样跟他讲，就你刚刚有妈祖婆呀？我是哦，我是你的妈祖婆。那么听，那么听有诶。哦，好啦，啊。好，安尼爱听我话，啊，所以我讲话你就爱听。嗯，除了感谢还是感谢，不知道怎么说。是。好啦，真感动，感动甲讲袂出来。真的，我真是你妈妈。嗯。但如果需要我捐助的话，我愿意啊。好啊，好啊。这个就是为了要帮助，要那个。赞助慈济功德款。稍微念他一下，对，他就说你别再念了，好像我老母咧。这轮椅是他的。立凯，我来了哦。你可以来帮忙开门吗？鞋柜歪掉了，怎么可能？你现在身体歪了，没办法开门吗？哇，那个衣柜怎么变成这样子？起床柜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快扶我一下，我快。真的是状况连连，幸亏职工来访，否则被鞋柜压倒，叠在一堆杂物中，求救无门的惨剧，可能又会再度重演。我会保护你，你小心。再过来一点。地上要油油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不能踩。你先站稳了哈，我到里面拿那一条毛巾来擦一下。牛仔裤擦就好了。不是你弄的。我睡觉起来就这样子啊。是哦，黏哒哒的呢。你拢袂记得吃，啊无你拢吃啥？你袂枵吗？完全没有吃。大费周章把沙发床搬走。今天职工要帮行动不便的林立凯换一张更适合他用的气垫床。你去行倒一条，你行遐好啊，安尼。这个，好，好，一过啦，一过啦。你啦，你啦，一过啦。啊，哎，过啊，过啊，过啊。行行行。这就是上下讲的三段式。哎，敲着，敲着。嘟嘟啊。我这拍开，用遐若要抽出来有无？才塞到白内底。袂啦，愈较白内就好。好啦，安尼好啦。我对后壁啦。我以前坐轮椅，我是下轮总，我也是昏迷的。所以立文师兄，你出了什么事？中风。中风。中风。还不止一次哈、哦。三次。三次，你看看。
要动就活了。对，我现在有那种感觉。对，一定要动，你要让你的肌肉整个才撑起来。你最早的是自己的吗？对啊，可是要找人多的地方走、哦，倒了才人家看得到哦。我以前跟你讲，我讲话不清楚，要去哪里？去 Seven 买东西。他买东西，他听不懂，他一直听我讲话，我讲话才变成好的，不然我讲话讲不清楚的。所以他的踝关节的力量不够。我困这天，未曾应该困到三天三暝。啊，精神都好，啊，病嘛较紧好。安尼有够烦无？啊，放假上主要是你要爬去较方便啦、啊。很享受啦、啊，跟我之前的差别。最重要是实际的心意，让我深深的感受到。真的是太惭愧了，活到这么大，应该要自食其力才对。这个版面就是五星级的饭店的床。有了气垫床，不但能睡得更好，对于做复健也有很大的帮助。撑着站起来，对，慢慢站起来。好，你每天做这个动作，然后再坐下去，再起来，就训练你这个力量。哦，训练你这个力量。我在医院的时候也是这么教我的，你要起来。你有教你这个？对，要起来，要训练你这个踝关节。这个关节。关节的地方。这个关节。这没有力量，他不敢踏脚踏出去，因为他怕跌倒。不要看头，看眼睛，看前面，抬头。看脚，看脚哦。不用不用，你不会跌倒，一定不会跌倒，直下就很好了。哎，就慢慢抬，哎，慢慢抬，不用抬很高啊。哦，站站站站。哦，对对对。从中风三次的鬼门关前回来，志工曾立文练就了一套复健秘籍，今天他也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林立凯。行出去啊！哎，对对对，讲话要大声，是，要大声，较大声诶。你要嘴巴去叫他电动，啊，脚要动，你自己练。你下面练讲话，意志力真的是要靠自己的意志力，不是靠别人。自己叫自己要动啊。气垫床就定位后，接着要进行第二次大扫除。这次志工决定要斩草除根，将屋内的堆积物全都清空。这个熨斗是新的，完全新的，你要留还是要捐出去？这台嘛是你用不掉啦，甲送去那个环保站吼回收吼。好嘞，一些可以用的都拿到环保站哦吼。要付那钱啦？哎，这卖掉啦。嗯，那回收的来，我没有收的吧？就铁真的铁的心了，一定要把它打扫完全干干净净的，然后让它可以比较安全的环境，这样子可以会行动这样子。他在你家带了个经历，断舍离，对，心里也不要积压太多东西，物质也不要。积太多，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情，跟影响我们的居住品质。我就很想把它消灭掉。你大哥自己还借口要把它消灭。他觉得很好啊，这个可以用啊，这个没坏啊，这个自己消不了什么。啊？这个天堂哎。这个天堂哦。对啊，你看师姐来变变，互你安尼较舒适的厝，就敢若天堂。你知影外口物件偌济，你敢知？整个走道都是，把你清出去的哦。夜市啊，会当去拜夜市啊。其实最惭愧的地方，劳动这么多人，就是电箱。啊，你老的爱老的，你怎么在用迄个煮啊吼？电的吼，拢新的两个拢用。充电器，先充哦，都是新的吗？嗯，东西。就喜欢买东西，没有用太满，那东那东西都还蛮好的。感觉心里越买越空虚。嗯，病得很重。立凯，就是说家里已经帮你打扫得很干净了，也都。蛮干，差不多了啦。我爱希望你以后要好好保持哦，哈。是。对啊，我孩子都已经最小的已经30岁了，然后等于是在
真的在照顾一个小孩子，我把他当我的家人，我的孩子在照顾，说实在的。为了不让志工继续为他担心，林立凯也告诉自己要挥别离婚的阴霾，振作起来，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一条路。这算是对我的考验吧。啊，你有信心能够过关吗？我有信心啊，一定要过啊，不过就变废人了。离婚三四年了，我习惯了。你说两个人在一起，这个人快乐能够多久呢？这就问号。佛家讲的缘呐，在一起就是缘，不在一起也是缘。